这个礼拜跟礼拜，礼拜八在哪？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，我放这个礼拜。哎，礼拜下个礼拜，个人行。我们这边的款，因为，他从这边办，那天黄兆明要去佛啦，跟过演讲，跟过演打电话过来，就说他们三万块，就现在先出去了，说要做水灾的钱要从。 这个礼拜，跟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，好，来，我炒下面，做个人行要做的，嗯，差不多了，看到这个，你帮我们收，今天的软件收好。 感动哦，啊！黄兆明有来的话，就黄兆明来这边，我说，我来听讲。当事人直接讲一下。那个水灾，阿伯要讲哦。阿伯。阿鹏。好，黄兆明，平安吉祥。 你慢慢来，莫有限定。啊。大家他们一早就最先来了。最早。都是大老板娘呢。你今天应该是啊，星期二就去到回家咯。你请到跟谁去行到，差不多。